为了哥哥密谋所得。还有一个人，素秋。素秋这个丫头好像知道点什么。吃颗甜糕。月莹郡主，这院子这么大，路这么宽，天天往我们家郡主身上撞。后来明月，你故意的，你还用琉璃都摔破了。明月，我郑重而忐忑的，这一辈子我要和你不离不弃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，长安诺。